好，你好。妈妈，哎呦，终于来了！你快去快去，把衣服换上。走。哎，换什么衣服啊？不是去吃饭吗？是吃饭呀。可是你现在穿着工作服，换上漂亮的衣服，大姨看到了才高兴。没事儿，妈妈，大姨她去去去，听事。我换什么衣服呀？不就跟大姨吃顿饭吗？干嘛要穿得这么正式啊？哎呀，你大姨他们一年都见不了一次吧？当然要穿得正式一点，好看一点。再说穿这样的衣服才显你的身材呀。妈妈花了好多钱的啊！哎呀，妈妈，你这不是浪费钱吗？你说你把它买回来，我平时又不穿，买它干嘛？那这样，你呀以后就多穿一穿，穿小心一点，不要弄脏，不就不浪费了吗？快去快去去快去！哎，还有鞋，快去！这怎么还有鞋啊？高跟鞋呀、啊！快去！哎，都穿上啊！嗯。快点啊！我等着呢。妈妈，刚才谁给你打的电话？啊，你大姨呀、啊，她催了。她催什么？急时呀、啊，急时到了，来不及了。什么急时啊？这宴会呀，宴会吃饭的及时呀，快！妈妈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今天很不对劲。妈妈，欢欢，你听妈妈跟你说啊，妈妈为你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幸福。只要你高兴，你怎么生气，怎么怪妈妈，妈妈都心甘情愿。什么意思啊？开门呀，开门！走。欢迎我们的新娘麦成欢女士。俗话说得好，先成家再立业，等家亮这个婚事一定，你就该休息休息，德山呢你就交给家亮来打理，还有陈欢的帮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难得你们姐弟两个人明白一回。老板，哎，你知道刚才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布置订婚现场的是谁吗？ Sherry 说是辛家亮跟麦成欢。你这当哥哥的消息怎么这么不灵通啊？哎哎，你淡定点儿。哎，妈妈，哎，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好啊。是啊，哎呀，欢欢，为了这个订婚宴，妈妈和大家忙了好几天呢。你大姨啊，小舅啊，你没见过的亲戚都来了，都大家都阿玉啊，这搞什么名堂？妈妈这订什么婚呢？姐姐她不是分手？轻点，看什么呢？他们俩是缔造一双，天生一对，不是一点点风吹雨打就能拆散的。我现在就是要加快点步伐，给大家一点惊喜。妈妈，这分明就是惊吓。这么大事情，你有没有征求过女儿意见？欢欢，你来了。你利用我跟你订婚，是想讨好你爸，对吧？我没有。
家里说你都答应了。你姐说我都答应了，你觉得我是傻子还是你是傻子啊？陈欢，你先上台，走完流程，过我爸这关，以后想要什么都给你。你们俩想干嘛？会不会再拦着了？哎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妈妈，啊，秦家人就是无利不起早，他们就是在利用姐姐。阿姨，先别说这些了，现在这么多人看着，让他们赶紧上台吧。哦，对对对，欢欢，听妈妈的啊，先上去啊。妈妈，妈妈为你好。妈妈，妈妈给你烤羊过来。妈妈，你不要听姐姐，你这就是道德绑架。搞什么？你就轻一点。你妈妈，跟我上台。然后再去，姐姐。他们去。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好。我是麦承欢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今天能够赶到这里。我与辛家亮先生相恋多年，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回忆，但是今天我要郑重且遗憾地告诉大家，我与辛家亮先生已经分手了，这是我们双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造成今天这场乌龙并非我所愿，我还是想跟大家郑重地说一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大家，让大家白跑一趟了。各位朋友，各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都小夫妻，小夫妻吵架呢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们去去，该喝喝，该吃吃啊。哎呦，今天只是他们的订婚，妈妈。我再说一次，请你尊重我的决定。妈妈跟你说啊，家里已经对你做到这份上了，还不够爱你吗？还不够对你好吗？你要让他怎么对你才好啊？他说他爱我，所以隐藏富二代的身份考验我这么久。他说他爱我，所以在我跟他父母之间摇摆不定，遇事缩头，不管我的死活。还是说他爱我，前脚跟我和平分手，后脚就为了讨好他爸爸，把你把我架在这儿，答应他的什么狗屁条婚？欢欢，欢欢，妈妈。欢欢，听妈妈说啊，这个人呐是人无完人的。哎呀，家里本性是好的，他是真心爱你的呀。哦，我答不答应订婚，跟谁订婚，那是我考虑的事情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我。欢欢，欢欢，没事。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心里难过，可你能不能忍一忍啊？回家再闹好不好？当着这么多人的亲戚的面，妈妈的脸往哪儿搁？妈妈，我从未如此清醒过。我不玩了，你们玩吧。麦小华。你今天敢走呢，你敢走我就没你这个女儿。
妈妈，因为您生我养我，所以我对您有很深的感激还有尊重。因为我体谅您的辛苦，所以从小到大，大事小事我都尽量的听您的话。您的无理要求，我都尽可能的忍让。我以前总是想着，因为妈妈为我好，所以我步步退，步步让，不知不觉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我想，您可能只想要一个乖顺的洋娃娃，由您提着线丝毫纵着，去完成您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抱负，而我麦成欢，我麦成欢如今再也不想做这个洋娃娃了。别生气了啊！生什么气啊？哎，成欢快三十了吧？今后啊，恐怕挺难嫁的了。别说了呀，妈，邢总，我们麦家虽然清贫，但是麦家的女儿是有骨气的，请你儿子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女儿了。走吧。爸，我的这张脸算是让你们给我丢尽了。爸，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让你开心吗？这也是我们的一片孝心呢。你闭嘴！你们那是孝顺我的钱，急什么？到了我那点钱还不都是你们的？我们的？说不定你就给外面的女人了呢。你个小兔崽子！还好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怕你想不开，奶奶可是要说我的。
下灰尘四处流浪，坐在空荡的房间，打开了窗，分不清这一份爱是情愿给予还是捆绑，如何憧憬未来的模样。你知道我这个名字的意思吗？麦城欢，银河人意，博取欢心，侍奉父母，承欢膝下，才是这个词的精髓。是挺憋屈的，自己的名字却是为别人而生。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抛弃这个名字的本意，心情有点复杂，但无论怎样，以前承欢父母，可今后我只想承欢自己。安月，你一天没吃了，要不要我给你做点什么？爸妈，大姨大姨父已经送到火车站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你姐呢？你有没有找过她？不知道，打电话也没接，这段时间还是让她安静安静吧，闹成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劝他回家。阿玉啊，你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了。女儿订婚、结婚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没征得她的同意，你就……这么些年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，我没问题。可是孩子大了，现在的小孩追求的是独立，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要女儿她自己觉得这是好，那才是真正的好啊。是啊，妈妈，结婚这种事情还是得姐自己做决定。欢欢，姐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一个自由的地方，我早该搬走了。你要反了天！哎呀，哎呀，冷静啊，冷静，冷静点啊！他都要反了天了。你还叫我冷静？哎，妈，自由，你现在29了，要跟我，要自由了。你9岁的时候为什么不问我要啊？啊？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，吃我的饭才成人的，是我的钱够你读的书，你的身份证也是我给你的。你现在长大了，要搬走了。欢欢，姐，看着你吧。我不来回去。
什么，还不是为了他好。到头来还都错了。你也别自责了，等过段时间姐消气了就会回来的。欢欢，欢欢，等等，爸爸，你不要再劝我了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我明白，你们长大了，总归要离巢的。哦，这是爸爸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的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也能帮你顶个几天。拿着，拿着。哎呀，爸爸，我不要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工作也赚钱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傻孩子。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，哪怕你以后成家了，你都是我女儿啊。爸爸，虽然我要自由，但是同时我也会承担责任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独立的人好吗？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爸爸。哎呀，辛苦什么呀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妈这个脾气啊，我总得让着她点儿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家里还天天吵翻天啊！啊，老欢，你小时候，妈妈盼着你长大。你长大了以后。我希望你开心，你开心，爸爸就给你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再说，舍不得让你走了。啊，你是去哪儿？去毛毛那儿，还是奶奶那儿？你看，我有这么多落脚的地方。就不要担心了，安顿好了告诉我一下，我可以放心。嗯，爸爸，这是要搬哪儿？今天这一出大戏，黑料都被你看到了。你救我一命，我看你黑料，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。算吧。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，你过渡一下？不用了，心意领了。但是黄欢，沈早给我发消息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你上我那儿住去吧，走。哎，不，我不能去你那儿。我去你那儿住的话，我妈就会杀过去的，影响你生意的。你重要，生意重要啊。没事儿，走吧。我真的不能去，你的店铺刚刚开业，这是攒人气的时候。我去奶奶那儿，我妈妈记得奶奶，她不敢去闹的。来，走吧，我送你去奶奶那儿。我送你吧。你谁呀？你忘了还有一个人了，奶奶的亲孙子，
你的前领导姚志明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亲孙子呀？害陈欢停职降薪，还有新家这一出，都是你干的吧？你现在又来充好人，干嘛呀？你好好说话。过去的事我不否认，我也不辩解，只是我受奶奶委托，要管教好陈欢。说的比唱的好听啊！是萌萌，萌萌，这次真的跟他没有关系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你不是要送我的吗？走了走了，拜拜啊，青孙子。没吃饭的吧？要是肚子饿，那个小盒子里打开有吃的，先垫垫肚子，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。我不饿，没事儿。我是不是得给你穿个转运珠呀？你看你碰上的都是些什么男人？这事业上坑你，感情上骗你，哎，这新家亮，我想起他来我就来气，跟你谈三年恋爱啊，口口声声说爱你，转头跟别人相亲去了。好，现在还因为要争家产，搞个假订婚，什么东西啊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。新家现在在我眼里就是外人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只是这一次对我妈妈太失望了。他妈这辈子也没享过什么福，加上房子泡了水，然后拆迁也没戏了，在房子的事情上面就大起大落的，肯定就病急乱投医了。哦，我不是在帮他找补啊，他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。哎呀，我也支持你啊，你跟你妈先暂时分开一阵子，挺好的。还有三观不合的可怕，怎么还能上升三观了呢？辛家亮之前拿着一份高薪的工作找到我，我拒绝了。我们家现在虽然是缺钱，但我知道有些钱能拿，有些钱不能拿。直到我看到小枣在送外卖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有一刻的犹豫跟怀疑，我的决定做得对不对。可是后来小枣让我坚定了我的坚持，我们还是努力咬牙不靠别人。结果我妈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。小枣怎么去送外卖呢？他不是在律所待得好好的吗？我跟辛家亮分手了，律所的人欺负他。小枣他还好吗？他小枣很懂事儿，也很乐观。他把这些年做家教赚的钱全给了我，我们一起凑钱给家里装修。这碰上都什么事儿？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，你要有什么需要啊，一定要跟我说，听见没？麦成欢同学啊，下次谈恋爱，你就专挑那长得帅、身材好的去谈。你说这很多的女孩子啊，要学历有学历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脑子有脑子，又有上进心又有责任心的，啊，自己哪一点不好呀？还非得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可比我们现实多了，他们经济状况能对你藏着掖着的，在精神状态上他还能对你进行控制，只有脸不会骗人，所以啊就得挑长得帅的。眼狗的宣言
哎，本来就是，就许他们男人贪图美色，我们女孩子就不可以贪图美色了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宋怀民他秃顶，看不出来吧？戴的那是假发。怪不得你跟他果断离婚了呢，毛永新，不愧是你啊。下次找男朋友睁大眼睛了，专挑帅的找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想，我一定要把我的经济搞上去。只要经济有了，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。开悟啦！我这是先重事业，再谈感情。好嘞，麦大师。老板，现在这节骨眼上可是心安理的关键时期。给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赶紧给个准信儿啊！你帮我推进啊！什么叫我推进呢？我算老几啊？有那么大权力吗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？你去买束向日葵，明天早上拿给我，我有用。哎，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都开始夜来香了，我上哪儿去给你搞向日葵去啊？这是你的工作，你问我。得，我看这麦承欢订婚呢，是把你头疼够呛。你这又吃止疼药，又是买向日葵的，干嘛呀？我给您证据，您等着。来，喝一杯消肿茶，美美的睡一觉，很快就好了。谢谢奶奶。还是奶奶好，愿意收留我。都说了，这是你的避风港，你就安心的住下。脸还疼不疼？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29年，我之前一直觉得妈妈不容易，所以万事顺从。我自己觉得感天动地，结果没想到被打成了逆子。父母希望你承欢膝下，你过去是忍完了再忍，忍无可忍重新再忍，这次是唯一的例外。承欢，父母兄弟匆匆过客，人要为自己活着。当你到了奶奶这把年纪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只有你自己。嗯，对了，奶奶，您看看，哟，哪来的？您打开看看。这是毛毛手工做的，嗯，您上次送了我手链，这相当于回礼了，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啊。一定戴着，一定戴着。太喜欢了，哎呦，太喜欢了。奶奶早。早。路过花店给您买的鲜花。哦，向日葵。之前可没有见你带过花来啊，学乖啦。这不是奶奶管教的好吗？承欢呢？啊，看你这油嘴滑舌的，我恐怕是沾了承欢的光吧。没有。走。
早。怎么了？眼睛这么红。哇，麦晨欢，你不会哭了吧？大哥，我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，遇到点事情哭哭啼啼的。是我刚刚在帮奶奶手洗两件真丝衣服，那清洁剂的泡沫实在是太足了，我第一次用没控制了量，飘得我满脸都是，一下子就迷了眼睛。这还不简单，请个钟点工不就好了？啊，不行，钟点工哪有自己洗得干净啊？而且我今天是五班，没什么事儿的。再说了，我不能白白霸占奶奶的小陪床啊，是不是？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？原来是关心陈欢呢。怎么会？我是专门来看您的，奶奶。那既然是为奶奶来的，那就尽尽孝心吧。尽管开口，要大餐、好酒，还是出游？那个，打扰一下哈。这两个都不是，要先用紫色的那个。我知道。哎哎，不能直接倒在这个床单上的，你应该先把洗衣液倒在水里溶一下。奶奶的床单，你洗的时候要柔和一些，你懂得吧？嗯，谢谢你告诉我。坐在那光说不做，很舒服啊。怪我喽，是你自己要尽孝心的呀。会这么拧，拧拧的时候不能这么使劲的，不然床单会变形的。你来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教你吧。好啊。再对折，最后一下。好了，把水都挤出去啊。不能卷的，你要像我这样按压。真好。四舍五入，我们也算是半个。半个什么？半个兄妹啊。你以为是什么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？打开床单，把剩余的水抖掉。其实我现在挺知足的，虽然我的婚事黄了，跟我妈妈也闹掰了，但是有闺蜜陪着我，还有奶奶在身边，我也挺开心的。你还挺会安慰自己的。高兴过也是一天，不高兴过也是一天，干嘛徒增烦恼？哎，干嘛？你故意的吧？帮你回回人间，让你清醒清醒。那我让你上天好。微光轻轻落向世间的涟漪，某颗温暖瞬间在心底亮起，某个慢慢靠近身边的声音，也将从前那些忧伤都治愈。Good night, good night, good night, good night, you let me
晚上别做饭了，我们一起出去吃吧。好的呀。好，嗯，走吧。走。老麦，你带这么多鱼来干什么？一下子吃又吃不完。吃不完放冰箱吧。冰箱不是坏了吗？老冰箱是不能用了。欢欢不是买了一个新的冰箱吗？你干嘛不用呢？用什么用啊？麦成欢还是麦家的人吗？是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也不许用啊！你用你也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。这样，来了来了。我的孩子啊，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，我是第一次做妈妈，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，没有按时吃饭，忙碌不是我的错，如果让你知道却会令我很愧疚，你的嘘寒温暖我知道是为我好的，但又让我觉得我不曾被信任着。不担心的人啊，一定不做妈妈，我知道全知道很是我心疼啊，请放心让我前往属于我的人生吧，你那么勇敢善良，我很想你就不怕，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，那一天我们会深深的拥抱吗，像溪水环游世界，拥抱回他出生的河流。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，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，我知道爱会争吵，我知道人会变老，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。穿过妈妈的目光，离家的小巷，穿过拥挤的车厢，回忆的滚烫，吹着温柔的时光，有你的地方，我就有路回家。我的孩子啊，请相信自己。